天用春卷来包一个草莓，还是先泡春卷，把春卷先泡软，泡软了，然后现在放上一个草莓，放一个草莓，包起来。这次我一定要一口秒，不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牛蛙敢不敢吃？敢。那你干点啥？有话有意。哎，可以。大腿好吃，得劲吧？给他个定。油泼铁嘎一煮啊，试一个。哎呀，安静安静。胶原蛋白。够大不？麻辣烫。有88个老铁私信我说，西姐怎么最近不吃火鸡面了？这个视频我只要88个双击，祝大家发发发！双击，继续搂他啊！大鼻子干出来了。差点哪又能上热门？嗨，宝宝们，我今天来吃个青柠檬，你们看我能吃几个？顺便来个双击，谢谢你们。进来的朋友对着屏幕点两下，看看你们的爱心上线了没有。我来一个大称王啊，一口吞俩。